服饰店店员，喜欢都可以串好看哦，串好看哦，喜欢都可以串好看哦。第三，八家将，夸条啊，夸条啊，讲话最容易黏在一起的职业，第一，军人。班好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谢谢队长。第二，百货公司店员，先填填 Happy 哥健康吗？啊，我是说，先填填健康吗？第三，台北市市长。我是觉得齁，我是觉得齁，其实来讲。第四，水果摊店员。谢光临。光临，喜欢都可以串好看哦，串好看哦。你好，哦，是老外 ，Englishman。我没那么无聊，下去啦！哎呦，不要这样子的。想跟我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。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哎呦，不要这样子的。想跟我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。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哎呦，不要这样。